第十四题，1到15题都简单，甚至没有什么意义。十四题问：下列各元素在空气中完全燃烧后，其产物的水溶液可使蓝色水试纸变红色者为何？这也是以前教过的金属氧化物溶于水呈碱性。非金属氧化物溶于水呈酸性，让蓝色水蚤试纸变成红色是酸性，所以表它是所谓的非金属元素。那么里面就是硫，那么硫燃烧会形成二氧化硫，溶于水会变成亚硫酸，是酸性的。第十四题问我们说，其产物的水溶液可使蓝色水蚤试纸变红色者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硫。